我是林洋文律师，我在这里希望大家都支持大纪元。在未来的日子，我们相信政权对于媒介的监控会越来越严重。我们希望需要有一些更加多的独立的媒介，更加多的独立的报纸是去发声。所以希望你在6月1号之后都可以继续支持大纪元。